哦，看那个，看那个，昨天还前天还干了是吧？开了。看见了。俺看见了，太恐怖了，真不行。啥恐怖啥？不知道，要拍影啊。啊。影子真真太影。不是。大头小子吗？嗯，就是在里面吗？啊，你这些我是炸的吗？啊，他那个水都是炸的，你看我那都是炸的可多。小吧？小，不能啊，现在还不行。但是咱这都炸的了，哎。啊？哪天？嗯，这什么炸的？那个啥呢？喂，你好。喂，你好，你好。啊，您是那个济南县安全局吧？啊，是的。有事情和您核实一下，就是说昨天那个天马岛景区那个破马场是不是发生了爆炸？哎，那边哎，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啊。怎么了？就是说那个天马岛那边那个一个跑马场是不是昨天发生那个事故爆炸事故？那个，那是你跟那个宣传部联系啥吗？就体育馆跟办公室。但是咱这块不是主要是安检这块吗？那他不是，你那个宣传不是找对宣传部那边吗？你跟他那边一联系，需要怎么那个的？具体我还不大很清楚。哦，那这个事情是有没有发生呢？嗯。你们宣传部不行吗？就直接和你们那个，就是你们有知道的话，和我们就说一下，告知一下。啊，好好。